带上你们的破球，给我滚一边去。那凭什么赶我们走？是我们先来的。我和我的姐妹要在这里跳舞，赶紧走。哦，表姐，这就是你说的新场地。哎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在这里跳舞好了，宽敞。爸，我们还没答应让给你们呢，先来后到，你们不懂吗？尊重长辈，你们不懂吗？去，姐妹们，跳起来。气死我了，长着脸打欺负人。哼，长辈就可以不讲道理吗？给我们等着。第二天，世界上真有这么可恶的阿姨？那可不，仗着人多又是长辈，可凶了。哼，牛牛，你今天可得气势点，我们好好的教训他。哼，对这种人必须不客气。阿姨，你怎么能在公共场合晒衣服呢？竟然还在这里睡觉。小屁孩，别多管闲事，快点吧。太嚣张了，该我去了。牛牛，牛冬瓜的儿子李牛牛，你冲我吼啥？你妈见了我都得叫一声姑妈。小兔崽子，啊，姑婆，那我可管不了了。一帮小屁孩跟我斗，你瞧，看来阿姨病了，得治。哦，好，送阿姨去治病。好人做到底，把阿姨送医院精神科。逼不逼不？哎呦，我高血压，我头晕了，放下放下。哎呦，还有高血压，那更得去医院了，不然阿姨的病不治好，我们是打不成球的。